美容院打死都不会告诉你让你年轻十岁的方法。如果说你的脸上皱纹特别多的，这个方法特别好用。美容院收费要10000多元的项目能让你年轻十岁，今天我免费给大家来分享。如果说你的年龄在25岁以上，比如说30岁、40岁、50岁，你就赶紧点赞收藏吧，因为一会儿这个视频可能要下架，它会得罪很多美容院的老板。脸上特别是暗沉没有光泽的，抬头纹、法令纹一大堆的，一定要去听，就去商超、去药店买那个断纹液和冻干片。药店可能会便宜点，它是一个固态的精华，什么牌子真心不重要，只要它是正品就可以。而且重点是它不贵，你用一段时间自己去看一看，皮肤真的是紧致到不行不行的，而且皱纹每天都在变化，每天都会变淡，非常的牛。最主要的是它不反弹。点赞收藏，不懂的可以评论区来问我。